不然怎么样？哦，香菜扑鼻而来，味道怪怪的。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黄忠立，我是伟伟，我是康，欢迎来到黄忠立的开箱频道，不是，是开箱手作小教室，没有错。前面这些器具是有点熟悉呢，没错，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了一个400次咖啡。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集的话，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进去看一下哦。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400次香菜拿铁。这个计划呢，是我们主频道的会员开箱计划投稿其中一个王俊成这位会员提供给我们的题材，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吧。虽然我知道这个香菜拿铁是有些店家已经有这个商品的，是，但是我们就是开箱来做一点不一样的。天哪，香菜跟咖啡。我们要结合400次。我本身并不是一个讨厌香菜的人，你也不是。我不是，我很喜欢吃香菜。我也算是还蛮喜欢的。我刚偷偷闻了一下，就是它的香菜粉，然后再想到那个拿铁的味道，嘎嘎。好了，那我们先来试试看吧。需要的材料就在我们前面嘛。打蛋器、锅子、然后碗、糖、杯子、咖啡、牛奶 ，upgrade 一个鲜奶油，这样可以做点装饰。哦。以及我们今天重点主角香菜。粉今天一样要各做各的，然后请哲哲来评测。Oh my god！ 说是我们要先1:1的把咖啡粉、热水跟糖还有香菜粉放在一起。哦，其实跟400次咖啡的做法是一样，只是多加了香菜粉。但这个做法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那我们就来吧。我还记得在上次拍完400次咖啡之后，我又自己再拍了一则 TikTok， 就是我又再重新打了一次。没想到我人生中竟然要打第三次的400次咖啡。这是热水。好啦，那详细的步骤就是一样，1:1，一匙糖就是一匙咖啡加一匙热水，然后你越多的量下去，你就要打越久。哎、欸，那这次你要加多少？我这次两匙好了，上次三匙实在打太久了。但我记得上一次整个嘴巴变什么样子吗？很棒啊，浓密奶泡。那我们今天还有一样一个特殊的东西哦，伯蒂泉口味豆。这样子我们的量是不是要一样才行？嗯，你要一样跟我两匙吗？都可以啊，好，我们可以各做各的呀，有没有？我们可以各做各的。然后香菜也是一匙吗？我自己是会加一匙，也是1:1吗？真的吗？倒回去一点点。哦，好香菜哦！可是它毕竟是干燥过后的，我觉得没有新鲜的香菜那么的严重。这个东西下去到底好不好喝？颜色这么的冲突，哎呦，很多呢。好，不管怎么样，哦，香菜扑鼻而来，味道怪怪的。它目前让我有一种猪血糕的酱料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哇哦，这个颜色很刺激哦。那我们就直接香菜要怎么把它融化？香菜应该没办法融化，它只是掺杂在里面的杂质。那我们就准备3:2:1，开打喽！其实还是被咖啡盖住了它的味道。是可以直接把香菜就是当菜吃，当饭吃。Oh my god！ 对，可以香菜配酱油就让我吃掉了。这时候观众就可以留言，你是可以接受香菜的人，还是香菜绝缘体呢？听说吃不吃香菜跟基因有关系，取决于他的基因对于香菜爱不爱。嗯，为什么这次你先变淡了呢？难不成多一次手打咖啡的经验有差？对吧？因为打它那个香菜味道还是有出来的。觉得有点累，很厌世的打法。上次有很多人留言说你的青筋好看。我的青筋很好看，大家应该很想要看我健身完的时候充血的样子。所以这应该要改名叫做手很酸咖啡才可以。没有，我看大家都是用机器打的。对，就是我们是笨蛋，不行，自己打才有爱。满满的爱注入在400次咖啡当中，我觉得我上次打太勾了。好了，我的完成了，各位。我想说大概这样就好了。我的手一直在抖，绝对不是因为镜头的问题。欸，这东西抹在吐司上面好不好吃啊？感觉不是很好，它其实是一种咖啡酱的概念哎。欸，感觉那个香菜会越打越香哎。不要说脏脏的。啊！我丢了一块冰块去他的背。哦。好幼稚的玩法，我已经几百年没有玩这个了。我也放一个东西在我的后面，然后香香就叫了。然后我们可以自由发挥我们的创意。是的，对，因为糖我觉得刚刚已经融化，被热水融化。如果我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糖，它不会融化，是会有烤烤的味道。哦，对不对？我好会哦，好像会哦。哦，有哎，它糖不会融化哎，这是我目前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凸起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不是香菜，好像也是，但是还有糖在里面。啊，这是我的。
刚刚比较黑呢，稍微比较黑一点。上次我们做完啊，就是影片上线之后，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真的也做了，然后就表我们。哦，对啊，很厉害，都做得比我们好漂亮。哇，很好呢。是我们太废了吗？因为我们是先锋。我这一次做的，我觉得比我上前两次做的都好，它让我感觉到最愉悦的状态。好啊，那我就来喽。首先，先来点冰块，还可以。布丁，思考，先加奶油好了。那我们这次就是喝之前先把它搅拌均匀，喝喝看吧。我在那一群冰块当中挤入了一些鲜奶油花，像它在喝到底部的时候呢，还会喝到一股鲜奶油的浓郁感。甜甜的状况下，给它来一点细微的咖啡粉。哦，有股中药，真的吗？中药的感觉，这样看起来已经蛮美白了。再加入我们的牛奶，从旁边缓缓加入。那我要做我的，我一样是先冰块，然后牛奶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要先倒我的400次香菜咖啡。把它铺平上去，捞起，喝鲜奶油，哇，好多！天哪，这是新冰乐的概念了。最后该不会要来一点香菜吧 ？Oh my god！ 香菜粉，哒啦！这个有模有样呢，有像有外面卖的感觉。刚刚呢，你在做的时候给我一点 idea， 所以我打算呢先上一层。先一滴一层，不管它，我们要让它自然流动。再来，我打算，哇，太多了。然后呢，搅进去，这个质地就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它比较湿一点。哦，有哦有哦，对吧？这两种不同质地的口感再上一点，然后改 coco 嘞，所以再撒上一点点哦。如果这是我喷枪，就可以来一点烤布雷的感觉了。对，好，走走。啊，我怎么不一样吗？怎么跌下去了？香菜的四百次咖啡。哎，那一样，今天就是要看色香味以及外观。我刚倒了，刚其实是很美的，这么高，大概这么高。那你这个你要先搅拌过奶油哎。哦，奶油好好吃哦。这是什么？安安，你可以好好喝它吗？一样是要把它搅拌均匀。不用搅拌哎。我想吃奶油，你很烦。你有感觉到它这个是一个是比较深的，一个比较浅。对对对，你们看一下我的，因为我中间还有一坨鲜奶油，所以它插到中间的时候又有一股白色的东西溢出来。我的是属于那种有丰富渐层的。奇怪，为什么没闻到香菜味？我刚刚上面有看到那一点一点的绿色就是香菜啊，因为我本身就不会排斥香菜，我很喜欢，算很喜欢吃。好酷。这跟香菜没关系。那我的呢？我的没有。有没有滴出来？你的好像比较苦哎，为什么？因为我在里面，我在上面又撒了糖，然后我在，到底要多甜？没有，你有吃到我的有糖颗粒吗？啊，有哎，对吧？刷刷的哎，你怎么满口糖啊？满口糖，你这是什么啊？那不是糖，那是香菜末。嗯，哎，我的好好喝哦。它的都是牛奶，它很淡。嗯，哦，香菜会比较重，这个香菜比较重，好像比较像咖啡。是。这个比较像那个欧蕾吗？香菜牛奶吗？香菜牛奶。提醒一下，我刚刚有个非常高、非常高、这么高的。我有两双色渐层奶。鲜奶油。总觉得两杯都有点奇怪，你都很怪。好啦，都在那么怪的情况，如果还是选你，如果是讲咖啡的话，可能会选这个。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没搅散嘛，就是都是奶味。硬要选，真的有点难选。我觉得你很熟。好。好。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要接受惩罚了呢。不是两个人都 OK 吗？那，欸，其实我们两杯的质地真的有差哎。刚刚的就比较偏向没有特别在做加工的最原始的香菜味，原汁原味。对，然后我的因为我中间又加了很大量的鲜奶油下去混它，所以我的比较淡哎，这个颜色。怎么了？哦，香菜味好重，你再喝应该会喝到很多香菜。哦，你的香菜味很重，你可能因为糖价比较多。对。所以香菜的味道被盖过去了，会吃得到香菜的颗粒，但是没有香菜的味道。好了，两种各有好处，但是再怎么样，我们就拿出我们的伯利纯口味的。等于说今天不分轩轾啦，左手右手，右手。今天这个呢会是
坏掉牛奶或者是椰子。哦，听起来都不差，坏掉牛奶应该也没有很差吧？我好像也喝过。Cheers。Cheers。我是雅正。哦，Yeah， 我是雅正。好好吃哦、海椒的牛奶。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次的400次香菜拿铁的开箱啦，也感谢就是观众提供的题材啦。欢迎朋友们，记得订阅、分享，还有开启铃铛哦，也可以做我们的。哦，变到了，我听得好大声哦，你们两个哦，干什么？为什么会一直穿？哦。